那么下面呢，我们介绍一下刮痧前的一些个准备。那每次刮痧之前呢，要明确诊断，确定病情，进行中医的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合参，根据病人的年龄、长幼、体质的强弱、病情的深浅，确定补法、泻法或者平补、平泻手法。来伸舌头看一下，确定舌苔脉象，来通过这个呢来确定病性，寒热、虚实、表里、阴阳。那么具体结合病人的病情，来选择刮痧的部位、腧穴。在刮痧之前呢，要去准备好刮痧的用具，刮痧板儿，像几种刮痧板要准备好。这刮痧油就是我们常用的舒筋活血剂。消毒用的酒精棉球，75%酒精浸泡的消毒棉球，那个干棉球，刮痧完之后呢，利用干棉球或者卫生纸、毛巾将刮痧油擦拭干净，也可以应用按摩手法，将刮痧油按摩，将刮痧油渗透到肌肤下，以便增强疗效。